小熊总教练麦登休赛季期间仍持续施展魔法，帮助家乡的居民与移民融洽相处。图取自阿克塞尔罗德推特分享。小熊总教练麦登 Joe Maddon 不仅在球场能够团结球员，回到家乡宾州黑泽尔顿也能施展魔法，让移民与当地居民不致分裂。他与太太成立的黑泽尔顿整合计划，去年成功募资新建了一座游乐场，帮助双方互相交流。麦登的一举刚好被 CNN 政治分析师阿克塞尔罗德 David Axelrod 见证。他在接受芝加哥太阳报访问时表示，我刚从黑泽尔顿回来，麦登与他太太办到了不起的工作。这个城镇因为多名尼加移民增加，人口结构出现改变，麦登很关心移民受到的恶意对待。麦登在2011年就决定成立黑泽尔顿整合计划，希望能团结当地社区，舒缓紧张气氛。去年甚至带着小熊铁粉资深演员比尔莫瑞 Bill Murray 回到家乡与居民同欢。去年黑泽尔顿整合计划也有重大突破，成功筹募到25,000美元的资金，在当地的社区中心旁边新建游乐场，让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在同个屋檐下相处。麦登自己就具有波兰与意大利人的血统，对移民的感受更加感同身受。他也对阿克塞尔罗德说，我走进这些家庭，他们的家族就像我成长的环境，我们应该接受他们，也感谢他们为社区带来的多样性。Spent yesterday in PA at the wonderful inspiring His Latin Integration Project founded by ADCOB's Joe Matt to push back against fear and celebrate the great and growing diversity of his hometown. Pick T.Twitter.com/FVCWMVP